是 Luca， 他是 Rudrano， 我是露露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的呢，就是在玩具翻斗城找到的，叫做什么名字？我们一起讲好不好？魔法迷你宠物蛋。他现在呢，在美国非常的风靡哦，全部的小孩啊都在迷这个哎。而且我知道说，其实他去年出的是大颗的鸡蛋。然后他现在出了这个迷你蛋哦，所以赶快去找来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他的图案呢，他里面的这个小图案呢，这个小玩偶呢，总共有72种哦。然后他买这个组合的时候，他就会先送你一只小只的。好，弟弟迫不及待，那我们就先打开了，好吧？那个我们蛋壳的正中央，然后我们要怎么做让它打开？你先试试看，怎么打开？这样打得开吗？需要打开？打得开吗？地上打得开吗？我看看，打不开。那打你的头。喂，你试试看，可以吗？能打开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怎么打开？妈咪教你好不好？我们轻轻的拿出你的手指头，怎么样？轻轻的按摩它，摩擦，按这个心，对，紫色的心，要摩擦，摩擦，摩擦，对，继续会快一点点，你可以用大拇指会比较快，这样，轻轻的按摩，按摩，摩擦，摩擦，看看哦，你试试看，有变，有没有变？你看，你看，它慢慢的变渐层喽，你这个继续的摩擦，继续的摩擦，继续摩擦，摩擦，有吗？你的有变吗？慢慢的变颜色，大家有看到有一个渐层的颜色？对，继续，变粉红色的时候就是可以打开了喽，可以拨开了。好，我变粉红色了。好，再继续，还要再等一点点。变粉红色的时候来，我要看一看，本来是紫色就变粉红色，两个颜色有差。就是说可以打开鸡蛋喽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拨，你按这个，按压这个心，给它往下压，它是不是凹那个洞了？就跟我们的真的鸡蛋一样，往下压，你看，直下，下，往下压。往下压，有没有？哇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拨开喽。来，我们看看，把这个我们看看，那我得到什么？得到了没？得到了。小朋友就会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每个玩具都不一样哦，里面有72种哦。刚发现，你看它拨的，它这个其实很安全呢、欸。小朋友，你拨的时候也不用担心，说像蛋壳去拨的时候，因为它太细了，反而会受伤。有一张说明书呢，里面就是会说，就是有72种，来，72种，来，你可以看你的是哪一个？你的是哪一个？你有发现吗？你先拿一只起来。对，你的是橘色，橘色是哪一个？我刚刚有看到。鸡蛋。对，这一个，然后你就可以对照哦，它这边就可以对照说，它是魔法森林里面的哪一个竹蜻蜓哦？还是粉红色？还是粉红色？那是哪一个？还是这个？那是这边的哪一个？绿色的。好，找找看，红色的，看一下，绿色的。找到了，对，没有错。然后其实你就可以让小朋友自己来对照，然后再比对前面的地图，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是住在哪里哦。到时候你可以比对一下，说，哎，